明星那个串，一个美国人，太囧了，我真的怎么都知道我的名字。消费很高，压力很大。就像是谁的？所以为什么说很多人都是坏的？没做坏的坏做人。你好像有错。真诚，温柔。只有艺术家在那里做。艺术家。做生意的。对。其他人平民老百姓就成阶级家。